早起热点菜，酸菜炖肉，然后我再炒一个绿豆芽。一会儿梦琪要领高兴去剪头发，然后悄悄上他的模特班，我还得去一趟店里跟我妹夫。几点起来的？说说。嗯，一点。几点？六点。早上几点？起的最早，七点就起来了。他们俩没起来，自己跑沙发上坐，说半天没动静。我说高兴啊。啊，我说你回来呀，上这儿来。啊，不对，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就行。我以为他上你俩那屋了呢。哎呀，就是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就行。早上七点起来的不算早，问题是这个半夜两点多睡的呀。哎呀妈呀，这家伙坐一趟又一趟的，一趟又一趟。一会儿玩飞车，行。悄悄，带弟弟洗手去。不正常的，为啥呢？早上起来因为没好好梳，所以都支棱着。洗完了，因为洗完头。你也没洗呀、啊。这凳子属实有点高，是不是、啊？这个肉挺大呀。他不会用筷子。香啊，到了，吃完煮饭吧。看看我这眼睛这点的扁平油啥的，还没好。说那网线，它总电脑上总提示网络连接不好，一会儿连上，一会儿又连不好。妈妈，是那网线的事吗？有两种原因啊，一种是时间轴内接触不良了，还有一种就是 IP 有冲突。嗯，总是显示连接不好，连接不好的。哎呦天，一会儿掉了，一会儿连上了，一会儿掉了，一会儿连上了。按在你收小鱼的份上，免费你上门来修一次。高兴小时候磕着哭了，然后小鱼说：“摸摸玩不怕。”谁是毛毛？你，我不叫毛毛，那你叫啥呀？泡泡泡！哎呀，孩子，饭粒都造耳朵根儿去了。那叫香。这谁长的肉啊？高兴是你吗？他大了，我不是。你搁哪里长的肉啊？我也没给你整那么大的肉啊。我。啊，姐姐给的呀。太大了，他嚼不动，瞧瞧。我还寻思搁哪整出那么大个肉呢。有点像萌萌。Hello。嗯。跟着去。两位姨夫。你就这么搁这拿来了？啊。崔姨夫，你打车来了？我走道来的。啊？走道来的。你走道来，你这个不搁口袋拿着？对，车里了。你手都冻巴凉。哎，对，别放下，放下。没事，别放，无所谓。店里还有十二个胆子，就打了吧。嗯。年前都能到的啊，非得放车里来的。对呀、啊，车里。我昨天说让你拿回家，不买你也不拿，就给你拿回去，不拿。快点吃，你看，你快点吃，吃完走了。那我都让你香肠了，我不给你，不给你拿两瓶饮料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又拿去啊，拿你家。啥饮料啊？你喝不了。啊。我能喝呀。你快点吃行吗？行。你把这点吃完。你这吃饭是啥意思？当陌陌吃啊？快点来！娘俩一起拉桌，见识了吧？闭上！我一说得让我闭嘴。你这个门帘子怎么的？昨天晚上他刚给我整的。门帘子？嗯。不是，他自己花钱整的。我以为是剪豆儿的。我是把前面这俩袋儿给你咬掉的，他还不让。还啥时候来呀、啊，高兴？明天了。行，你别明天了，一会儿剪完头就来吧。嗯，剪完头就来。行。你姐一会儿就模特班下课了。我剪完头，姐姐就下课。对。我，那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。对，那咱们一会儿见啊。行。好了。你妈这咋？你让你害怕我，我就不跟你了。不跟我了？那多好。不搭理我拉倒，长大都不搭理你了，这么严重。他说了，我现在怎么对他，他长大就怎么对我。你可好好对人家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一会儿见啊，高兴。我的醉。跟大姨拜拜呀。一会儿见啊。拜拜。我看不见。看不见就不白了。